下礼拜等台风走了，我们去宜兰明池度假，怎么样？看看天气吧。对吗？带你们出去玩，很高兴啊。嗯。有什么好玩的？现在是怎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在这个家可以过这样的日子，都是因为我。暴涨的泰马里溪不断向河岸侵蚀掏空，就连原本离岸100公尺远的台东金晒饭店，再也经不起冲刷，在众人面前倒下。今天台风天，我们哪里都去不了。